给过你帮助的朋友当中，你最感谢的是谁？说起我最感谢的一位朋友，还是我的发小老白。每次我给打电话，我想说干什么干什么，他都第一时间回应我。有一次想吃我们那点鸡叉，但是寿光呢没有卖的，那天还正好下着大雨，我给打电话说，老白，我想吃咱们那鸡叉，这没有卖的。老白就说了一句话，说等着。挂了电话之后，结果20分钟之内啊，气喘吁吁的，就是跑到我的病房前，把鸡叉扔到我的桌子上，吃吧。嗯，好好吃，保重身体，早日养好。这个兄弟们还等着你呢。刚才啊，这个小王说了这么句话，他说叫天无绝人之路，嗯，对吗？对。但是我发现了，你所说的这个天呐，其实是好多人，嗯，包括跑到青岛去找了你2天2夜的妈妈，对吧？对。包括你妈妈又结婚了，包括现在那位大叔，其实是你继父，对吧？对。然后包括所有帮助过你的朋友、媒体的朋友，包括给你买了鸡架子的老白，这些人团结在一起，其实是你的天，对吗？对，因为有了这些人，是我生命有了一个转折点。